这不是盖的，这台照梅算美女，对，而且是歌坛才女了，才女才女，她写过很多歌，很精彩。哦、你干脆唱一下《如果》好了，好好，好吧，好好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不都，因为什么？你确定的声音是？唱的对啊，所有民歌手里面，也就台照梅我唱的过他。这样的、哦，对呀、啊，你是比较适合唱快歌的人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难怪你刚刚唱前面唱的什么歌，再爱我一次啊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在后面有点听不下去。味道 OK 了，他上次那唱那个花莲那个嘟嘟嘟，那个怎么唱？火车。嘟嘟嘟，走的时候我没想你说再见。先不在我们任何必要感谢。五月三点，就是你被分享。怎样？哎，这个歌真的你写的、啊？是啊，哇，真是我真的没有听你唱过这么难听。我是劝他了，开玩笑。麦克风离远一点，后面人要用。如果好吧，我们就给他听听看。好，这个歌红到爆了，我的妈呀！如果你是朝露，我愿是那小草；如果你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。终日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。伴着你，守着你时，回忆是多么。哎，看不下去了，看不下去了，请接唱。哎，如果你是那海，我愿是那沙滩。MIT， 如果我是那尊严，我愿是那清风，永远与你缠绵。于是我将知道，当我伴着你，守着你时，回忆是多么甜蜜。嘿，如果好、哦、还没有好好给我钱，嘿，给我钱，二三四，哎，如果你是朝露。我愿是那小草，如果变换队形是那片云，我愿是那小雨。终于你相偎依，于是我将知道。再换队形，当我伴着你，守着你时，会是多么。对对对对，好精彩哈、哦！时间过得好，你们可以看到他刚刚一个人唱歌有多单不行不行。然后我们一盖进来，这首歌就变得很完美。对他一个人唱不行，我们三个人唱不伦不类。哎、啊欸，可是你们三个人刚刚在那边，我好想点唱一首《丢丢当》哦。第一句怎么唱？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讲你多阿妈伊多丢，哎呦，蹦坑来，蹦坑伊水多丢丢丢丢丢丢，当阿伊多阿妈伊多丢阿伊多滴落来，三不轮唱。火车行到伊都阿母伊都丢，哎呦蹦坑来，蹦坑的水都丢丢，当阿伊都阿妈伊都丢阿伊都滴落来。歌剧 ，opera。火车行到伊都阿母伊都丢，哎呦蹦坑来，蹦坑的水都丢丢，当阿伊都阿妈伊都丢阿伊滴落来。阿嬷伊达丢，阿嬷伊达丢，阿嬷伊达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
好听吗？很好听啊，真的是音盲啊。没事，我说真的是个美女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哇，这个歌都好流行。哎，郑怡，啊，郑怡有没有？歌太高。哎呦，月琴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。带的哈，哇，橄榄树。橄榄树好，这种歌适合他唱。是吗？我也是不错啊！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告诉你，秦第一次，秦第一次进录音间录音的时候，他其实第一次唱的是我的歌。哇！陈天的小鹿，其实原主唱是秦豫。对对对对对。后来是我唱红的。哎，哦，了解。他有唱过《周斋香》的这一首。有，真是。所以你看，他们真的留下的历史有没有看到？嗯。啊，我被唱去掉吧，《橄榄树》。橄榄树。来，那交给你唱了。啊，你老师嘛。啊，这本得多。好了。怎么样？这很难，不会很简单的，这种东西这么难的。他胆子多大？他专门唱那种唱的最烂的，我唱很难度很高的《橄榄树》，试试看好了啊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？流浪远方，流浪。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。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宽阔的草原，不是我想上厕所。流浪远方，流浪，还有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。橄榄树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流浪远方？为了梦中。